小凯，小凯，辣酸奶好喝吗？挺好的。你知道我想喝什么吗？什么？呵护你。小凯，小凯，我想吃东西。什么？痴痴的望着你。告辞。小凯，小凯，我去中餐厅。中餐厅？干嘛去啊？做饭了。啊？给你吃啊。沙山的花丛还搭在你家，你眉间如画，我浪迹天涯。为我泡杯花茶，和你有些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。你腼腆一笑，竟如此融洽，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。什么时代，早已经不想回家。欢迎品尝东方味道。7月13日起，湖南卫视每周五晚10点《中餐厅》第二季。